在涂完了防晒之后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来教给大家，那你们一定会觉得哎呦油油的油油腻腻的哦，等下我出去流汗了怎么办，拿出一张纸巾，轻轻的敷贴在我们的皮肤上，把多余的油分吸掉，不是这么擦也不是这么慢，就是用按压式的，就不会去破坏了刚才我们所布置好的这一个保护膜。接下来呢你们也会觉得哎呦我的脸好像有一点油油的不是很舒服，又或者想要化妆的话呢，你们大概等五分钟，大概等五分钟时间就可以上妆。然后呢我就会涂上一层薄薄的粉，就是从我的下巴开始，然后这样点点的轻轻拍拍，手法要轻柔，这样才不会破坏防晒的功效，就这样好了。所以呢皮肤就会亮亮而且很安心的可以出门哦。赶紧的试试看这一个动作，我们的皮肤一定在一个周期得到一个良好非常满意的改善的。如何正确使用我们的防晒霜的影片已经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期待你们的皮肤变得漂漂亮亮的水当当的皮肤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一支影片的话呢，那你们下方可以留言点赞分享给你们的身边的好友们，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